跑者们立刻出发，奋力往前跑跑跑，向前跑。比赛热血，但沿途吃不完的美食更是让人口水直流。现烤卤猪，一块块现煎牛排，铁板上滋滋作响，香气四溢。这些还不够看，这里更夸张。太夸张了！怎么说？波士顿龙虾，赞！这场真的值得来。波士顿龙虾张开，几乎跟跑者的胸口一样大。一旁还有一只只泰国虾，这些通通免费吃。太霸气了！怎么说？这个别的单位、别的路跑单位都没有举办过啊，只有我们这边有。耶、yeah! ！就吃不完的，一直吃吃吃，吃不完的，开心的，超开心的，没吃过那么好的补给。对比先前号称是浮夸系美食路跑的田中马，一样有牛排，有烤卤猪。有水果冰棒等各式各样的美食，但这次的深藏路跑更夸张，还有龙虾、鲍鱼、泰国虾，各式各样的海鲜。十四站的补给像超大型的户外buffet。他说：“海头四百只左右，小只三只，大只三只。”嘿，啊，拢我的哦。近3000名跑者边跑边补充体力，里面有不少艺人，像是田中千惠、梁佑南等熟面孔，还有身障者推着轮椅也都来参加。啊，就是可以出来外面。呼吸新鲜空气，然后大人的心情也可以放松。全台风路跑，光是彰化一年就有4场的赛事，跑者拼速度，补给站拼美食，牛排吃到饱已经不够看，端出龙虾、鲍鱼、浮夸海鲜，增添活动的话题性和趣味。记者陈胜伟、王一超跟景晨彰化采访报道。蔡政府关中天，言论自由已死，新闻自由已死，请立刻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中天电视 YouTube 频道。